遇到个小猫咪，直毛猫，一毛往我裤脚、裤腿，我裤腿上有猫毛，一闻就，一看我就是个猫人，是不是，咪咪？嗯。是那个酱油碟，对、啊、就是这种酱油碟，吃饺子用的，朝鲜吃，对，这相当于中国的民国时候，我买过那朝鲜罐子，就是这种彩这种颜色。刚开始我也看着好像是日本的，我也满洲国的东西，后来人告诉我这是朝鲜的。这种东西哪比较多呢？就是在吉林延边那一带比较多。对对对，其实对吉林延边那头不都是朝鲜族吗？对不对？嗯，朝鲜族聚集地。这是翠毛兰，这是就是创会时候的，出口创会时候创会的时候，嗯，刚建国50年代呗。现在这都没有这个东西了，这看不着了，这也当小茶碗儿。青花留白呀，青花留白的还少呢。这是日本的鲨鱼汤，对，日本。嗯，这东西都是有的。这小碗多少钱？这小碗？哥都实价了，就给150块钱吧。实价啊，不实价多钱呢？不实价，实价我要价就200块钱，没啥利润的。小碟子小碗，这什么和和二鲜生？这个是光具。嗯，莲雾画的漂亮。千和万和，对，千和万和，百合千和万和，千和万和，寒山拾得，对，千和万是和寒山拾得，对，寒山拾得，百合千和万和，嗯，江山山，这个完整不？这个完整，没有松叶，多少钱一个？这个一个实价啊，嗯，这一对最低一千，不用讲，这还得说。这一对一千呢、啊、这底下写的什么字？我也不知道，就哪个唐号吧、啊、应该是哪个唐号。张秀和少，张秀和，那、这对完整一千呗。看在花边画的，主要是得看彩老不老。嗯啊，你包括那个咸丰那罐儿，那都上不了台。这个是咸丰的罐儿，这咸丰的啊，周罐儿，这个是周罐儿啊，那个罐罩儿的，啊，罐罩儿的。这叫是青花绿茶。这东西不太老。你看那六个字值多少钱？大清咸丰年制200。这款写的不错。那这六个字我就说这意思，这六个字值多少钱？嗯。抠下来那瓷片得值多少？嗯。那这东西这口这地儿明，这不做旧吗？这不是做旧，嗯，是时间长了多少有氧化，这不是刷的吗？那没办法。但是你得看胎看产，是吧？这个得钱了，这个8000，是不得钱了？啥？这个罐儿就8000块钱。这是和二线。现在黑壶还不一样，一条硬。这是小瓶还是鼻烟壶？那个是个小鼻烟壶，小药瓶啊。这是民国的。对，老厂的。啊？老厂的。老厂就是景德镇老厂的，就是建国后的呗。不是，这是老厂分，现在讲过5、6、7，这个是5、6、7之前的老厂。哎，5、6、7之前还有什么老厂呢？怎么没有老厂？5、6、7之前还有什么老厂呢？啊。